Dynamouse 免安装版下载后，直接执行 Dynamouse 点 exe 就可以了。Dynamouse 的运作原理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选择一张点阵图，跟着滑鼠移动。在免安装的版本中，除了官方所提供的第一个图片之外呢，这边还有另外准备了五个图片给大家做选择。目前 Dynamouse 的图档只能支援 BMP 点阵图，所以首先从这里选择你的点阵图位置，接着可以指定图档的要作为透明的颜色。那目前这几个图档都已经预设成黑色，所以可以不用特别指定。建议您可以设定一个快速键来作为切换 Dynamouse 的使用，点到这个位置，按下您的快速键，完成后按下 Assign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我们就能够在需要使用大游标的情况下，使用快速键来快速切换。最后，我们再做一个补充：如果你想要自制这个滑鼠指标的图片，请记得画面中间必须保留空白，不能被遮住，这样滑鼠才有办法进行选按的动作。